陈忠彦11年前疑似接受性招待，当年是哪个检察长牵结的？牵结的检察长现在是在调件了解中了哈、哦，那个是都由高检署他在做一个行政的调查。那结案当时的检察官跟当时牵办的检察官是不一样，检察长也是有换人的。那是谁？那暂停，那我要暂停，等你查好。是吗？报纸都登了，部长你不敢讲，那不可以啊。不是不敢讲，因为那我没有看到卷宗牵结的理由，现在初步看合不合理？我没有看到卷宗，我也没办法去评断部长合理了。我们要的是过去为什么牵结啊？你连牵结检察长都不敢讲，部长安利比赛啊？不是不敢讲，刑事牵结你要通知台湾市政府嘛？啊，你们看到赖清德你就不敢通知哦？这什么世界啊？我们就不要不麻烦监察院去查的啦，因为监察院也没有功能了。部长，有关陈忠彦事件目前重启调查，目前的进度怎么样？跟总召报告，那关于重启调查的部分，还在台南地检署啊。关于刑事责任的部分，还在继续的侦查当中。多久会有结论？这由承办的检察官来做决定。3个月、半年还是一年？这要看这个案情的复杂度，而且他所要调查的证据有多少哦。我想应该尊重检察官了，他对整个案情最了解，他需要哪些侦查啊？我想我会请高检署来要求啊，这个尽速的来查明。我们尊重了，但是真的，这个是众所瞩目的案件，不要拖太久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陈忠彦11年前疑似接受性招待，当年是哪个检察长牵结的？牵结的检察长现在是在调件了解中了哈、哦，那个是都由高检署他在做一个行政的调查。那结案当时的检察官跟当时牵办的检察官是不一样，检察长也是有换人的。那是谁？报纸都登了，部长，我觉得你不可以在立法院寻答，连这个都不敢讲。报纸都登了，部长是谁？因为我个人没有看到那个卷宗。那不可能。那个赵伟，那我请检察室有看到卷宗的人。那暂停，那我要暂停，等你查好。是吗？报纸都登了，部长你不敢讲，那不可以啊。不是不敢讲，因为那我没有看到卷宗。好吧，那暂停。好，那我现在了解以后，我再跟委员报告。啊，暂停。结案的现在我们同仁提供我资料，就是结案的检察长是张文正。对，部长，我报纸都登了嘛，你不讲，我觉得这真的对我个人也好，对立法院也好，真的不合适了，部长。我是确认以后再。不用确认，你一定知道这个签的报纸登了多久了。好，那当时我要请教签结的理由，现在初步看合不合理？我没有看到卷宗，我也没办法去评断不合理了。不可能，你到来立法院，你到现在也没有说签结的理由是什么。那赵伟，我要暂停，我要请他了解完。不可以这样子，部长，我们现在是老朋友，但是士大夫没私交，该公事就公事，不可以这样子啊。跟委员说明了哈，如果已经调查完毕，该对外公开，我们一定会公开。那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旧案的，我没有，因为我们做立法院，我们谨守分际嘛，调查的案件我们不合适问，但这已经过去的案子嘛，那好吧。虽然是过去的案子，但是现在还在高检署啊，就刑事责任。那我们要的是过去为什么牵结啊？你连牵结检察长都不敢讲，部长安利比赛啊？不是不敢讲，因为我不确定。我好没确定，我都确定，你不确定啊？我都确定，你不确定，拜托哎，部长安利唔好啦。好，我往下问啦。那当时刑事牵结啊，有没有通知当时的台南市政府？你也不知道。因为那我问那个民政署署长，因为你刑事牵结，那牵结你总要追究行政责任啊。那当时有没有通知当时台南市政府啊？还是看在当时是赖市长就不敢通知啊？以我在行政机关做30年的基本经验，你即使刑事牵结，你要通知
当时的台南市政府追究行政责任呢、啊，才不会让陈忠彦又高升到内政部正式行政院的发言人啊。有没有通知？当时有没有通知台南市政府？好，这里跟委员说明哈、哦，那个陈忠彦在台南市政府任职期间，那台南市政府政风处没有接获他遭到检举的案件。好、哦，以上说明。那所以当时的台南纪检署也没有通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很夸张啊！这你刑事牵结，你要通知台南市政府嘛？啊，你们看到赖清德就不敢通知哦。啊，这里什么戏？这是什么世界啊？刚好集中打击，部长这样合适吗？没通知合不合适？好，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会要求高检署，哦，就这一部分再查清楚为什么没有通知。啊，如果他真的没有通知的话，那没有通知理由是什么？我想将来也要对外面说明了。有没有外力介入？我高度怀疑有外力介入了。看到赖清德就怕了嘛。那假设是这样子，你们一直在讲减掉。独立办案，谁会相信？部长，查清楚，给我个报告。好，我们就不要不麻烦监察院去查的啦，因为监察院也没有功能了。部长，请教你，你什么时候去南投？这一次，我是在连假的那个礼拜六。是一个假日，我过去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目的的是去加冕我们辛苦的检察官还有调查官同仁，因为他们在连假没办法休息，他因为大家都在休息，他们还要再继续查会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辛苦，那我有义务啊去加冕他们，鼓励他们。好，非常好。那假设这一次南投的立委补选，假设有疑似贿选，华部办还是不办？只要有违法、有贿选的情势，我们当然依法要侦办。敢不敢办？没有什么不敢办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个影片。两千零八大一啊，哦，恁三个迄个都有两千块安尼。喂喂，啊，无讲咩啥？哦，部长。我有一个板子的，他贴纸是这样写的：立法委员候选人蔡培慧一号，为南投争一口气了。贴贴纸就2000块了。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只有计程车哦，连一般的民用的车也贴哦。部长，这里面疑似贿选。我把这个资讯呢、啊、转给承办的检察官啊，地检署他们有依法要查会的责任，那、啊、由他们来认定。什么时候可以来回复我？我今天会后我就会把这资料来转交给检察机关。好，我的理解这只是个一小部分，还有类似的情况还有，我也正在积极收集。希望部长，其实朝野对你有一定的评价。即使国民党对你有一定的高度的评价，谢谢。希望部长，您讲的依法行政，希望要说到做到，有没有信心？我对我们检察官有信心。好，也希望你对检察官有信心，我们对检察官有信心，我们也希望你过去对你的信心能够继续维持。好，谢谢。会降低，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，女生睡不好，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，皮肤也会变差。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，叫做梦梦水，独家的配方呢，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。怎么买呢？来 QR Code 快点购，扫一下。